来，我们今天测一下这个红牛的啊，它是250毫升，然后首先让它没喝之前吹一下酒精，测一下，然后喝完以后再测一下，过了5分钟以后再测一下这个酒精含量是多少，好吧？来看一下，首先是0哦。喝完以后我让他再吹下，先是0哦，看一下。红牛喝完以后看一下是28.8，然后看一下时间，然后再5分钟以后再测一下。5分钟到了，现在是0哦，看一下5分钟以后吹一下，吹完以后是多少？来吹一下。看，红牛喝完以后5分钟以后就是0。来，我们测一下这个新疆啤酒黑品的，它是330毫升啊。我们先这样子，让它先吹一下啊，喝完以后再吹一下，过了5分钟以后再吹一下。来看一下，现在没喝之前是0。先喝完了，看一下现在是0哦，来再让它吹一下。来看一下啊，现在是100啊，过了5分钟以后再让它吹一下，看一下时间。5分钟到了，我们看一下时间啊，让它再吹一下。您看一下，喝完啤酒以后，5分钟以后还有酒精含量是32。